上年刘德华就承诺过会带三岁大的女女 Hannah 在今年的歌迷聚会和粉丝见面，她最终亦没有令一众粉丝失望，在上个礼拜的27周年歌迷聚会兑现承诺，带埋老婆和女女出席和粉丝见面。不过刘华为了保护女女，在当晚出席活动的粉丝不被带相机和摄录机入场，场内亦不可以用手提电话。虽然保安严密，但活动当晚粉丝都相当尽兴。虽然 Hannah 见到咁多人相当怕丑，只是肯伏在刘华的心口，但是已经引来粉丝的尖叫。之后 Hannah 经妈咪氹几句之后，亦相当听话大胆向台下粉丝 say hi。聚会尾声，刘华一家同粉丝嚟张大合照添。有消息就指，他在下半年除了出席内地歌迷聚会之外，就不再接其他工作，打算专心陪爱女开河。小公主 Hannah 有刘华夫妇无微不至的照顾，真是相当幸福啊。